陈展鹏呢日出直播爱欢乐全万家，最近成日喺屋企度凑女，朕老豆味都飘埋出嚟啦。唔经唔觉，女女小猪比就已经就嚟一岁，仲已经开始识得讲嘢添啦。我讲咗好耐啦，讲咗好耐啦，但系就未讲得即系准确咯，因为佢都唔知道自己讲紧咩嘅，即系而家你 B B 话咯。但系嗌爸爸定妈妈先？佢唔系嗌爸爸嘅，嗌爹爹嘅。系啊，好明显系古装人嚟嘅。但系佢阿妈又，佢叫阿妈又唔系叫娘亲嘅。通常佢系嗌救命嘅时候，佢就妈妈妈妈，因为佢喊啊，就会咁咯。系啊，咁啊，爹爹，但我相信佢系唔知道我系佢爹爹嘅，即系佢唔系讲紧即系知道我系爹爹嘅，只不过佢一路乱咁发音啊，即系啲 B B 话咧。咁啊，我哋系知道，我哋系知道自己讲乜嘢，因为迎合佢啊嘛，咁咪。我同阿 Phoebe 咪成日喺度扮低能仔，氹佢开心。呢排唔出得街，展鹏就准备咗好多玩具俾佢玩。尽量买啲玩具翻嚟同佢玩咯，系啊，即系买啲有啲意思嘅玩具咯吓。因为佢觉得我哋好闷噶啦，其实，因为我哋成日揽住佢当佢系玩具，但系佢见到我哋有冇嘢玩啊，又系望住你两个，系咯，咁就我哋都学紧买啲玩具翻嚟，即系同佢玩。